辟谷并不需要毅力，我们提倡顺其自然，一切随缘。做好辟谷功课，辟谷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辟谷的过程是非常愉悦舒适的，并不是靠毅力死撑着不吃饭，这样做很容易出危险。辟谷的过程是认识自己的过程，是发现自己的过程，是挖掘自己潜力的过程。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方法，不是逼着自己强迫自己。我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，很多辟谷后出现暴饮暴食的案例就是追求毅力的表现。只要你愿意学习，好好去做功课，每个人都可以学会辟谷的。